这位小伙子，他说他一来到现场，大家的幸运就到了。究竟什么幸运呢？来，我们掌声有请他。全程热烈！心万丈，勇敢一人下土龙掌。俺们东北爷们儿比大妈的强，甭管多少火海都敢为你闯。要是心狠活，你就马上痛快。哎，我在等你来。东北爷们儿就是棒，要么有梦，要么有量，心胸宽广，豪气万丈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鹤，今年30岁，来自吉林省德惠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上台之前中小奖，今天你要和我牵手就中大奖了。哎，我算是知道了，说这小伙一上场就与幸运送到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发的什么？刚才发了几张彩票，然后这是我重新报名之后啊，一直中奖，连续中奖，连续中了5次。哎呦！不是小伙儿，你加一块儿现在中了多少了？加一块儿中了5-6千吧。哎呦，可厉害！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全人类还有这喜庆的啊！